本地銀牌足球賽首圈首回合，天水圍飛馬主場比傑志逼和1-1。陳坤傑報導。要先讚下飛馬過一個嘅李康廉，真係唔攰嘅，多次策動俾完伊達自己走位，台灣香港兩邊飛，為港隊踢完龍騰杯首場趕翻嚟。唔止我讚㗎，麥基都俾手指功啊！呢三個攻擊球員形成百慕達三角，傑志好難追蹤到個波，到伊達傳俾麥基已經入咗啦。開波17分鐘，飛馬開紀錄。銀牌首次踢主客制，飛馬成功營造出主場氣勢。傑志就盡力爭取，分分鐘影響最終勝負嘅作客入球。盧比道過唔到高田受點。上場聯賽大勝港青6-0中入三球嘅羅志坤，再顯示過人技術，亦都射出網側。入波全靠飛馬自殺式回傳，有個線低咗，後備嘅佐迪壓住對手，大腳微底入。72分鐘，傑志終於攞到作客入球啦。同樣係門楣姐李康廉就拆眉出界，臨尾由陳文輝被逐嘅傑志，結果保住1-1。星期四主場踢第二回合。有線視記者陳坤傑報道。